的朋友。我现在很确定我不能下楼登机，不能跟人说我其实是罗安杰的灵魂在主心天的身体里面，更加不能说出我是罗安杰的时候所知道的秘密，尤其是我是怎样让陈良是害死。看到家里的人在那痛苦到根本活不下去，坏人做坏说不定就报应，等到在那耀武扬威，真的是要把我气死。啊！哟，请进来，你是从啥那里跑来个地啦？是新婚没爽快哟？啊是伫告别式的状况阁发生啊？啊？医生，麻烦你阁检查一下，我惊有啥物漏交无检查着。免啊，不惊。哦。我无代志啊，阿妈，我真正无代志，我嘛毋是你想安尼，我无卡着因。哎呦，管安怎，也是予医生阁甲你检查一下，安尼阿妈才会放心啦吼。我是啦，你予医生检查一下，阮才会当放心啊。我哪会当这尔自私？今天的遭遇跟我同款，拢是予人害死。我有偌愤慨，今天就有偌不甘愿。啊，不过伊永远拢无法度为家己做啥。我煞还阁有机会，我哪会当唔好发定数？以后我一定要较谨慎的。若无伤着伊的身体，那我家己的冤想无法度报，更加无法度替晴天报仇，等到白白糟蹋晴天的身体。白人的身体无啥物大问题，正常看起来系遐尼严重，应该是当时的情绪太过激动造成的。所以医生的意思是讲，迄个时阵晴天是因为太过生气，再予心跳太紧，血管挤塞袂掉，容易扩张而破裂，造成肺部气管淤血，再扫时阵肝会扫出来。你讲的无毋对，代志看起来就是安尼，这状况敢有定来发生？靠这边，那安尼小好睏下就无代志啊。照伊的身体状况，点滴注射就使出院啊。好，多谢医生。医生，那安尼我会当出院啊。好啦好啦，阿嬷去替你办出院的手续啦。一定啦，你直接回晴天去。朱晴天在罗安杰告别时，竟然用勇气抓狂，啊，袂输罗安杰负心同款。我讲出我对罗安杰到黄金出手的代志。歹心毒气的大歹人，我一定要让你受着制裁。我把物件交出去。罗安杰，你跟黄金杰的失踪，跟我的死拢无关系，跟你无关系。敢有可能是罗安杰死了不甘愿，在父亲在朱晴天的身上要找我背命？敢真正是安尼？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以外，应该嘛无什么理由当解释呢。先生，你问的朱晴天小姐，你二一三八吗？啊，好个仔。我感觉今天平安无代志，吊吊大堂就能转去厝呀。我是讲，我今天最近是咧安怎啦？运气咧遮歹，你原本伊的体质就足弱啊，所以一遍过一遍受到惊吓，尤其是一摆，吼、哦，惊一下才严重，
母甲连身体拢受到影响，是变哪只好？哎呀，真正特别多安尼呢，卖看到我就安尼歹请去。今仔日是因为啊，晴天伫个告别式顶馆向我们变一个款，我咧烦恼讲啊，伊是毋是叫歹命啊、负心啊，所以我才专工过来。哎，你若要管哪个小金毛，拜托的去别位，卖来搞阮晴天乱吼。我无想要甲你这款双手包过双手，搭田甲你有任何交缠，啊，若无咋办呢？有一天我嘛害你害死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的关心嘛，你甲我当作涂骹甲我吞不要紧，啊，不过甘花无天，这是袂用的哦，无证无据的指控哦，我无可能会吞哦。晴天，你敢真正无代志啊？是讲，你哪会家己去告别式不甲讲啊？恁还做伙去啊？我是去告别式，毋是去食饭啊！啊，怪糟蹋哦。罗安姐是秋妹的小姑姑，叫你跟我去嘛是应该啊。而且，咱已经是男女朋友啊，做伙去有啥物好奇怪啊？你甲我的行李弄整理好啊？是啊，你不是着急要回去，所以我就先替你整理好啊。你都不知道哦，琼妹个林阿姨跟我讲哦，你伫个告别式受了刺激，我真正足紧张的，我嘛足后悔的，是安那迄个时阵，我伫你身躯边。我是要安怎甲王依林讲，伊抱唔着人啊？啊，即马要找啥物理由甲伊撒开啊？你看，你的面色这么歹看，还讲无代志。敢无甲恁搅散掉？哎，恁到底想要创啊？敢一定爱看到阮晴天倒伫白床爬袂起来才甘愿？阿伯，敢会当请你先离开，予晴天一点仔空间啊？即摆连你也要甲我赶我走？你看你的面相，你竟然为着女朋友，你要甲我变面哦？你真正袂记啊？我是安怎救得啊？甲你的，我救你两条命呢？我当然感谢你，啊，不过这是两回事啊。我也听讲告别式的代志啊，我顶多想要请教你，是安怎要安尼刺激晴天？你应该问伊啊。是安怎伫告别式顶悬的，假作予罗安姐家父亲对我做一挂无影无迹的指控，害我予人拍，予人骂呢？我是要问讲，伊到底是存什么心啊？当中是这只鬼，既然搁较早来才质问我，唔着可惜我无得用罗安姐的身份来指控伊。像你这款杀人放火了后，我一个头就随我多欢喜过日子的人哦，哈！你搁好意思走来遮？要找阮晴天进门，是你家己走去人个告别室去共嚣掰呢？天公伯一定是看袂落啊啦！才会让安姐的灵魂附伫阮晴天的身躯顶，把伊所受的冤屈，当众人个面头前讲出来。你予老家的人拍，嘛是应该死好啦！可是要来找阮晴天讨公道，真有够狗命皮。我无做过代志啊，我是安怎个人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件代志是恁亲爹布出来，应该我一个交代。喏，来交代哦。好啊，我给你交代啊。那我认为阮亲爹讲的哦，准准准啦。这么妖秀的代志，嘛干你单中上做得出来尔。就算讲无证无据，落在你身上拄好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无证无据落在我身上嘛拄好哦。你故意直接讲啦。
无证无据，就是直接要甲我抹黑啦！我跟你讲，那这条哦，我绝对袂担。你莫了准讲，无证无据就无理法啦！讲话唔免遮大声，我跟你讲，牙头撒笑有心明咧。你今麦所讲的每一句白话话，心明拢甲你记个一清二楚，你免想要闪的字啦！我拢敢甲天公伯啊做对头，敢唯恐天明啊！朱月平，你三百斤的酒餐，我更可能惊你啊！哦，啊，那既然安尼，你是怎走来找阮晴天呐、啊？敢毋是惊阮晴天讲的每一句话会害你的骨卡锁出来？所以，你讲几波？你即摆是惊讲我甲伊话讲讲的，讲完了后伊的命就胖去，那你无法度啊，伊嘛是互你带水去啊。我爱恁来，我袂当阁去甲失去你弟啊。好啊，你要演，我就陪你做伙演。坦白讲，你拄则这么激动，我真正唔知影你要问我啥呢？你伫个告别式顶馆，我袂指控我，害我予人接逼，你敢真正拢无啥物话要甲我讲？想要找我出气，直接讲啊！是安怎要了我阿妈生气？讲明伊甲我带衰，真正有够无礼貌的，应该伊回事嘞。回事嘞？你伫个告别式顶管我袂指控我，你敢免甲我回事嘞？指控？对你是啥物指控？哎呀妈，我会记我是去小姑姑的告别式，甲伊念香，啊其他的。我完全拢袂记个呢。你即马讲啥？你拢袂记？嗯。你遮尼紧张，还是你真正有做出啥物歹代志，会互人指控啊？靠袂啊！讲煞袂出去，出去，莫再来找阮晴天。出去！出去了！看伊讲话这么高，敢讲伊真正要罗安杰个好心？